OK。湾区 Radio Shack 打算关闭多十一间店铺，货物减至一折。从上周起 ，Radio Shack 喺湾区将会陆续关闭十一间店铺。自从上周宣布破产以嚟 ，Radio Shack 两年内已经第二次宣布破产，打算关闭湾区内嘅十一间店铺，而家正在清仓。店内大量货物预计都以低价卖出，最高折扣高达一折。Radio Shack 计划关闭2000间店铺内嘅187间，大概占店铺总数嘅10%。关闭店铺估计是用来应对破产所带来的资金问题。天下卫视记者吕健锦报道。